的是哪位嘉宾呢？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月华妻子 Next。 哇哦，我相信又会收到我们现场众位迷妹的尖叫。刚才是我们这个刚刚成团的小姐姐，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成团不久的小哥哥。好，我看到各位非常统一的黑色西装，笔挺而又帅气。好，好，来，请各位在我们的背景板上留下各位的名字。哇，哎，转过来我才发现各位这个发型上很有讲究啊。首先是程程的一头绿发映入了我的眼帘，然后紧接着后边还有黄色、紫色。郑婷竟然有一个红色的丝带，哎，很别致啊。好，今天的造型真的非常帅气。嗯。好，大家可以往前一步，往前一步到我们的定点去拍照。来到我们的定点进行拍照。嗯。哇，他们都好高。对，所以每个人签的名字都比较高，有没有发现？好，我们先给各位媒体老师留一点拍照的时间。嗯。好，来，我们往左来挪一下。好，好了吗 ？OK。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照相机的声音此起彼伏啊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好，媒体老师们可以了吗？哦，现场有各位的粉丝啊，大家可以跟他们打打招呼。打个招呼。刚才其实我们应该在粉丝嘉年华已经见到了啊。好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谢谢各位小哥哥，请步入到我们的内场。期待今天晚上玩得开心。对，希望今天可以看到你们精彩的演出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嗯。